今天我又来赶海了啊！快看快看，发现了一个大海螺，哇！看看啊，我们看看它有肉没有？哇，好大的肉啊！收了收了，嘿嘿，快看，发现了一个张开粪大毛汉啊！收了收了，这个回去煮一下很好吃的啊，煮了扒肉炒辣椒，我们这边特别喜欢吃。收了啊，发现了一个猪鼻孔，哇，这是双头蛏。收了收了啊，可鲜美了。收了啊，小伙伴快来看，发现了一个皮皮虾，皮皮虾，我们走，吃烧烤喝啤酒，走了，喝啤酒了，吃烧烤了，走了走了啊。哎，收了收了啊，收了，快看快看啊，一个会变色的章鱼哥啊，变色了啊，我们看一下啊，它会变色的啊，看看颜色变了吧，来再放一下看一下，它会变色哦，它会不跟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，可爱的章鱼哥，走，收了收了，晚上来一个辣炒八爪鱼，收了收了啊。